问题。你怎么知道有在拍？我怎么知道有在拍？你按那个、啊。有在拍。你点了这一块呀？你点三桶剂了吗？没有。哦。只是先抹一样机器。我为什么什么都看不出来？你看到什么？爱心啊。中间一个爱心，还有吗？有很多东西吗？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中间一个黑色的爱心，还有什么？奇怪，他说应该看到猫。请问猫在哪里？哦，我斜着看有一只猫。要斜着看哦。你这画面不能放大，不要这么小。它就是这样。不能这样。对啊，这样比较大一点啦。有一只猫。哦。斜着看。斜着看。我怎么还是看不出啊？你把它眼睛遮住了，你怎么会看到猫？哪里眼睛遮住？你那个是。这个，你在乱点什么？哪里有眼睛遮住？你把它眼睛遮住了，这是它的眼睛啊。根本看不出来是猫。眼睛遮住，哪里有眼睛？他说可以看到猫还是什么东西？哈哈。哪里？你要点完之后会怕帮忙不用到八个小时。今天有开车骑车吗？啊。所以我们可以帮他骑车。旁边都是司机，谢谢你。来，头帮我往上抬，眼睛看上面吗？看上面吗？眼睛真的好不起来。啊！再一次，眼睛打开看上面。眼睛闭起来，那就可以了。来，先生坐在这边，稍等我一下，等一下带你到隔壁做检查。OK。溜了半个小时。啊，点三桶剂为什么不能开车？还是可以开的，只是你会看不到而已。好，儿子完整的给你看，好，你再开下去。对，我就说那个才是完整的，你刚刚那个眼睛都不见了，怎么知道那是猫咪？什么都看不出来是脑死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现在是左脑跟右脑脑打程度。你没有脑。原因就是说什么都看不到是脑死，就你没有脑。真的，我只看到一圈一圈的，我看到中间一个爱心。哦，那还是有看到啊。真的会看到一只猫，是长什么样的猫？最可爱的猫。你怎么忽然又看到？因为有眼睛就看得出来，是不是？真的吗？我要再看一次。你现在能看吗？哦，可以啊，我怎么不行看？散瞳剂而已，你以为是什么？这样子就看得到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就说你刚刚眼睛就这样可以看得到。哦，原来是点了散瞳剂，原来如此啊。哦，刚才太近看了，远看很明显啊。远看就明显。这么远看就很明显了。就你这乱，刚才因为太近看了吧，一定是点了三头肌。啊，那这个真的是太近看才看不到了，远看很明显。我不戴眼镜都可以看到它。嗯。原来是戴眼镜太清楚了，就跟你说朦胧的世界很棒吧。所以他这个不准啊，要跟你说要距离多远看才是。对啊，那么心理医师就搞这个。对啊，那么近看当然看不到啊，那都要很远才看得到。那你也太远了，要60到70这样。哎，我那个没关哎，还在录哎。
香，这搞笑，冷冰冰。